位于日本北海道的札幌，于冬天举办的雪季世界闻名，年年都吸引众多的游客来到这里游玩。但作为北海道最大的城市，札幌也有美丽的大自然、厉害的美食，尤其是美食丰富又美味的料理，可以说是北海道民的骄傲。从2008年开始，在秋天的9月中到10月初，在有札幌心脏之称的大通公园，每年都会举办 Sapporo Autumn Festival， 也就是札幌秋季丰收节。以知名地标电视塔为起点，从西滨木开始，一路绵延到西十一滨木，长达将近2公里，汇集了来自北海道各地的特产与美食，让整个大通公园变身成为一座大型厨房。每一条滨木都有着不一样的特色主题，想吃什么样的美食，这里通通都有。用好吃的食物来创造一场秋季才有的大丰收。一个地球七大洲，大洋近200多个国家，数不尽的庆典，地球人你都见识过了吗？耶！我到了札幌 Autumn Fest 2016，我现在在哪里呢？这里是大通公园的电视塔下面，真的很高而且我现在的地方是第一丁目，然后呢，听说第一丁目到有11丁目，感觉好长而且感觉好好玩刚子今天去旅行吧 ，Let's go！的北海道气候相当舒服，像是景点的气温大概在15度、16度左右，温暖的阳光让大通公园相当的热闹这里平常就是札幌人经常散步野餐的地方，而且最近因为 Sapporo Autumn Festival 来的人更多了，在做美肌步入就开始闻到大叔的香味了。还不到12点，大家一直在吃我还不吃一样，对不起对不起。我现在来到第四丁目这边呢，这个 Autumn Fest 的入口，所以意思是最多人会进来的地方而且闻到一件很厉害的味道哇，我想说大家，你看，一直在吃，那我也要走吧。嗨，大帅马莎，他受欢迎光临而且好可爱这家店是什么？この店ジンギスカンを売られてると。这个好了，炭火焼き生ラムジンギスカン。じゃあ炭火焼き生ラムジンギスカン一つお願いします。好好吃的感觉，好期待哇，他们这感觉很厉害看一下。今天要品尝第一样美食，就是有名的成吉思汗羊肉。台湾的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告诉你们，其实是蒙古烤肉啦。在北海道金吉斯坎一定要必吃的料理叮叮。你看感觉也很有 feel 感觉好好吃他们上面全是那个生的羊肉，所以没有冷冻的，应该是冷斩的羊肉这个大块太大块了吧，那好多只有800块日币，很便宜耶。いただきます。通常羊肉会吃起来一个有腥味对不对？完全没有但是那个羊肉的美味，它的是油脂的部分很甜，因为我知道那个北海道是羊肉是非常有名，但是我没想到这么好吃这个就是羊肉的美味。
这边公园里面还有那个像这种的地方就可以吃饭嘞，好可爱哦！こんにち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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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ら、何食べてると、あ、マックやん。お母さんマックじゃないですか。はい、そうなんですよ。あとこれは？これお肉ですね。あそこの。へえ。はい、シュファリカリア。え、お母さん北海道の方？はい、北海道です。あと全然まだお若いですよね。あ、いえいえいえ。ちなみに今おいくつ？今28です。あ、スーパースイ、有两个小孩。可愛いね。今何歳ね？今何歳？四岁。哎，你看这样子，跟那个我觉得很棒，跟那个家里的人一起啊，跟小孩一起来这边，真的很舒服哎。所以呢，如果有小孩的朋友，也可以考虑看看这边，来这边就是吃这种的东西，真的很棒，好幸福哦。哎，现在来到第五丁目，这边人超多耶，你看。这一条都是辣面哎，而且好多人在排队哦。那我要去哪一家哎？看看这个鱼感觉很好吃，然后这个是味噌，然后那边是那个鸡的辣面，有一家虾子的拉面呢。哎，我吃这一家好了，因为感觉比较特别。我跟你讲，我人生最讨厌的事情就是排队，我真的搞不懂为什么大家喜欢排队。不过没关系，为了大家介绍滨海道的美食，我也一起排队了。哇，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哎呦，虾子的味道哎，好，我们找一下位置再吃好不好？哇哇，感觉好好吃哦！いただきます。超虾子的味道，但是它的汤头应该有那个虾子的头。我这个先烤一下，然后再煮，咦，好香哦！还有那个一点点那个虾子膏的味道。虾膏的味道，嗯，而且呢，你看这个面，就是北海道很代表的一个面，叫做七七的面，卷卷的面。在九起丰收节，每条丁目会有一个特别的主题，像是西六丁目在就聚集了札幌当地人气店家，像这家店。咸烤的披萨相当有名，很多当地人都会来这边用午餐哦。没想到我居然也在这里混到十几年没见的老朋友了。他是我姐姐，哎，我们是过小就认识啊，然后那姐姐的老公。我现在来到呢，周边。右边都是卖酒哎，阿姐这一家的，你看，北海道的酒，こんにちは。なんかおすすめのお酒ってありますか？そしたら、はい。樽詰めサーバーから出てくる。はい。樽を。お。そっか。反正就是先来一个酒都对了，然后从里面棒棒拿出来，じゃあお願いします。我来喝看看哦。飲みやすい。フレッシュでフルーティーな感じ。え、这个很顺ね。而且ね、因为有些就是日本酒啊，就是女生不太喜欢。这个可以有，因为有点像那个水果味，好香，而且，没有那个呛会呛那个感觉，完全没有，而且有回甘。これでも女の子もすごい。飲みやすいですね。你看吧，他说女生也会喜欢。酒也女生会喜欢，然后老板，女の女性にモテるから女の方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哇，所以呢，我相信这家店都是女生来。我出错了。不只有美食，还有超多美酒。Sapporo Autumn Festival 真的好棒，北海道那么大，好吃的东西那么多，可惜我的胃只有一个。从西一丁目吃到七七丁目，还没走完呢。但是我的胃已经吃不下了，
我好整哦。他们说这边一条这个那么长的路都可以吃得到所有的北海道的美食，但是呢太长了，太多东西吃不完。我虽然很不想，但是我真的现在是投降了。你等我几个小时，消化完说我一定要回来，给我去吃。直动炎座，这个是什么？我们用这个纸卷下去做自动演奏的部分，很神奇耶！一个地球七大洲，五大洋，近两百多个国家，数不尽的庆典，地球人，你都见识过了吗？这一次札幌带大家住的饭店，可是我很用心选择哦。不但价格不贵，交通方便，而且空间很大，还有早上无敌超级好吃，还有一级棒的 view。出去玩就是要选择这种的地方住就对了。哇，真的很大耶，落一桶感觉很厉害哦。こんにちは。お、帅哥、ちょっとイケメンのこちらの方が、この木村さん、木村先生、他比木村都在帅。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めちゃくちゃこのホテル大きいですけど、ここってここだけなんですか、このホテルって？全国で28ホテル展開しております。那个日本全国有28个饭店哦，那是算是很大的饭店哦。じゃあこちらのホテル、そのもう入り口も大きかったんですけど、こちらのホテルの特徴をちょっと教えていただけますか。はい、全室292室ございまして、スタンダードルームのお部屋の広さが30平米ございまして、市内の中では広いかなと。这个292个房间真的很大。じゃあちょっと早速部屋の方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はい、それでは。はい、走吧。到了耶！こちらのお部屋です。お願いします。好期待哦！哇，好大哦！嘿，天哪！对，阿姐终点来了。这边是就是那个 Autumn Festival， 就是那个大冬公演，走路就可以到。哇，天哪！这里真的是我一个我的梦想的饭店。好，我太开心了。等一下，让我。休息一下吧。啊！秋天的北海道阳光总是特别舒服，但是偶尔还是会下一点点雨啦。不过一点不会打乱我的心情啊！来吧，我带你们去小镇看一看。在日本人的印象中，小镇是一个很浪漫的城市。来到奥塔鲁一定要去的就是东化十字路口，日本人把这里叫做梅鲁亨高沙天，是走一栋栋的欧式建筑，有玻璃工艺店、甜点店，还有买音乐盒的店等等，让人就像是在童话里一样模仿哦。大家，这个很大的座，你看上面有冒烟呢，这个就是蒸汽钟，而且呢，这个很厉害哦，是1977，是加拿大的工匠做的，很厉害的，而且这个是1.5公吨，超重，好大。等一下，现在几点？快4点呢，因为它是15分钟一次表演，所以刚好在3分钟就。大家这里好多东西哦。いや実は僕20年ぶりぐらいなんですけど、ここってどういった歴史のあるオルゴール館なんですか？はい、こちらは1912年に建てられまして、当時はお米の倉庫として使われていました。米の倉庫だったんですね。はい。平成1年からこちらオルゴール堂として開店しております。なるほどなるほど。いやでも相当いろいろありますけど、これ何種類ぐらいあるんですか？大体3000種類ぐらい、数としては6万個。
ございます。三千种的三千种的然后就是六万棵，はい、六万棵音乐盒在里面，好多东西在里，真的很多，而且是很多那个外国的朋友耶，就是让我看到就是日本人啊，还有中国的朋友，还有就是台湾的朋友，还有香港的朋友都有。这个中文应该是正气时间表吧，对对对对，正气种嘛。然后在这边的鹿国那边的就是他的 replica， 他的是就是 模型都对了，好可爱哦。ちょっと大人がしてもらっていいですか。はい。よ。来到这间日本最有规模的音乐盒专卖店，除了可以欣赏超过三千种的音乐盒，我偷偷告诉你们，他们这里附近还有一间分馆哦，也有很多好干好好玩的，而且不要买票哦。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あれ？中文。可以讲中文吗？可以，你好。欸，你是哪里人？我是彰化人。彰化人，哇，在这没想到北海道找到乡下的小女孩。问一下，这边一馆跟二馆有什么差别？我们二号馆主要是展示古董音乐盒的部分。古董音乐，对，どうぞこちらへ。嗯，是啊，叫做日文是 antique 吧，对不对？啊，对 ，antique 的 gold 的です。哦。啊，在这里耶，你看。好多按复古的东西哦，这边哎，应该感觉就是很高级耶。这还不是最厉害的哦，看一下你的背面。那是什么？我们馆最大的就是这个拍波的缸。拍波的缸，很少有这个这拍波的缸嘛，对不对？对，这是从英国带过来的。从英国带过来，然后你刚刚跟我讲说它是自动的，是不是？对，自动演奏。自动演奏，对，我可以给我看一下吗？好，嗯，自动演奏这个是什么？我们用这个纸卷下去做自动演奏的部分，很神奇耶，好神奇的呢。而且这个感觉就是很久哎，久了，对，应该就是好十几年的历史吧？应该对，可能快一百年也有，快一百年。真的，你很厉害哎，感觉你自己弹的感觉。啊，自己弹没办法这样。啊，是啊，所以你不会弹钢琴。我会弹钢琴。哎呦，哎呦，你会讲日文，弹钢琴，那你会谈恋爱吗？好，我跟你讲，虽然这边是真的，我今天是真的一个人来嘛，但是你真的很适合跟情侣一起来，对不对？嗯，很适合过来。不好意思，你的旁边是我，对不起。不会。所以呢？台湾的朋友，就是如果有男女朋友的朋友们，一定要来这边听看看音乐，真的很棒哦。大家记得酱带的寿司吗？知道吗？它的男主角就是小村人哦。为什么呢？1920那个年代的时候，创业很多老板也在这边，所以呢。很多有钱的人在这里，所以日本全国的所有的做寿司的人来这边比赛哦，而且那个时候大家背的包包里面有刀，有点那个打架一样。然后呢，而且这一家是很厉害，叫做瓦拉克萨。这一家呢，在北海道里面排名20名以内，就是一定要吃的寿司店的之一哦。所以听起来一定很好吃的感觉哦，好期待哦。那我要赶快去，走吧。啊，对了，忘记跟大家讲一下，这里是回转寿司哦，我们去看看这边。哇，你看好多人哦，哎，快客满耶！而且呢，看到这里上面的东西好新鲜呢。哎，
我坐这个位置。等一下，哎呀，哇！我跟你讲，我就是教你们就是怎么吃哈。基本上在这边就是有基本的菜单，对不对？然后就是每个颜色的价钱不太一样，还有上面有本日のおすすめ，今天的推荐。那我今天吃什么呢？首先今天的推荐。すいません。ナマアジと石ガレ、あとサンマと天然ブリを。はい、お願いします。いや、好期待哦，看起来好好吃哦。突然，只有他站在桌在椅子上，感觉很厉害哦。いただきます。太好吃了啦！我之前在东京吃的多多是算什么？一个地球七大洲，大洋近200多个国家，数不尽的庆典，地球人你都见识过了吗？你以为来小村只有刚风景要浪漫吗？错了，让我告诉你们，在这边的寿司其实也很厉害的，在日本非常非常的出名。为什么呢？其实小村的寿司的文化。和一间花大海运非常有关系哦。哦，来了。那个，こちらが生アジ。これアジ。生アジ。じゃあ石ガレ。石ガレ。はい。好，我来吃看看。アジ。いただきます。我不是江湖瓜哦。我人生最好吃的阿吉，我在九州吃的阿吉是算什么东西啊？而且呢，上面就是那个银色的，我们日本人叫做青物，那个它的背是蓝色的背，背是就是叫做青物。这个东西一定要很新鲜，因为它很容易有腥味，完全没有哎，而且它的甜是不是一般鱼的甜吗？感觉就是有一点甜到。一点点带了一点水果香那一种，就是完全没有鱼的味道，超好吃的，而且它上面的那个这个酱跟葱就刚好很配合这个东西。今お付けし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天然のブリと秋サーマンや。お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天海道的招待鱼非常有名。像那个很多比较高级的百货公司里面，是北海道的秋刀鱼，好贵，我说真的很贵。但是当地吃的话，蛮便宜一点。这个菜多少钱？246，所以等于是台币的70块而已，一盘70块。而且，好货好大，いただきます。它的鱼的味道比那个刚刚的阿吉强一点点，不过呢，上面的。这个酱真的非常搭配这个东西，而且我发现他们的那个饭，醋饭这边啊很厉害哦，吃下去的时候就不见了，因为那个有些台我说真的了，老实讲，在台湾吃过有几家寿司店，我没有说哪一家哦，他们的那个醋饭是太硬，没有办法离嘴巴里面是散开，但是你看到这个，马上会散开，这个是。好的，寿司最基本的东西。脱落来了，只有他站在桌在椅子上，感觉很厉害哦。いただきます。太好吃了啦，而且，怎么形容我之前在东京吃的多多是算什么？这个真的很好吃，而且一下子不见。问题是，它的油你刚刚看到吧？就是它的油就是不像就是电视上看到的，真的很多那个油的多多。其实它的那个油是散开的，刚刚好，真的非常好吃哎！我跟你讲，这家店真的很大力的推荐。其实呢，这里的运河也很有名，因为呢，1920年代的时候，很多抓鱼的叫做尼信，还有那个石坦，很多有钱的人在这边
而且旁边是就是他们的床铺，所以这边很非常的热闹呢。而且现在很适合做一个散步，好舒服。这一条美丽的运河，过去的用途是让船方便卸货到对面的船库，现在变成贼难代表小镇的风景。黄昏的时候在这里散步，更有感觉，更有气氛。走吧，接下来跟我继续看小村的历史。这里是旧的日本银行小村分行。为什么这边有银行呢？因为呢，1920年代那个时候做飞鱼的老板他们非常的有钱，他们开了很多公司啊，所以需要银行。而且呢，这边是错货的是北方的 Wall Street。到底多有钱啊，我继续看看咯，非常漂亮。大家这边还有另外一个绰号叫做波道之蟹，为什么呢？看不出来吗？就是蟹波。哦，有一点累，走路有点吃力耶。从小镇市回到札幌只需要大约45分钟的车程，精彩的一天也在这里告一段落。大家おやすみ，明天我要很早起床，把札幌好好玩的过。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哇，我今天好期待哦。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昨天那个帅哥木村先生说这里的早餐非常的好吃，而且呢这里太好睡，昨天很早就所以起来我那个屁股屁股肚子饿了。走吧，好多东西哦。北海道海鲜冻，天啊！完成了梦多的海鲜冻。いただきます。じゃ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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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鲑鱼。天，不见。我天哪！他们的鲑鱼太好吃了吧！还有章鱼，这个好新鲜的感觉哦。最最的重要的来了，鲑鱼腩，いただきます。我真的跟你们讲，幸福，真的幸福，而且。比如说那个鲑鱼腩啊，就是太咸，它不会，你看，一颗一颗，然后那个你们应该大家知道，其实鲑鱼腩啊，很多地方用假的，但是这个100%是真的，超甜，这样就很满足，而且我们外景啊真的很耗体力。所以早上很重要，所以呢，来到这家饭店一定吃这个很好吃的早餐哦，真的赞！现在来到旧道亭，你看，之前是这边是北海道的市政府哦，现在变成是很多观光客来这边拍照，而且你看今天的天空就蓝色的，非常漂亮哦，所以大家要记得来到这边一定要拍照咯，我等一下要自己拍。札幌市中心的旧岛町，估计是北海道最高行政机关的所在地。巴洛克式欧洲风格搭配特色的红砖色彩，不但是很有历史价值的地方，也是最好拍照的景点了。你看一下，哇，像这种的话就是不像就是一般的牛排，来了，北海道的黑毛和牛来了，いただきます。超好吃。一个地球七大洲，大洋近200多个国家，数不尽的庆典，地球人你都见识过了吗？
我白天已经来过札幌オータムフェスト，对不对？但是呢，只有白天怎么过啊？因为太长了，而且呢，晚上的气氛又不一样，所以我要决定了，晚上继续吃吃喝喝 ，Let's go 札幌。找到你美女们，老板耶，美味しいですか？美味しい。皆さん北海道の方ですか？なんだっけ、ドサンコ？ドサンコ！就是他们是北海道的当地的女生，他们是吃嘛，应该是吃牛牛披萨，还有火腿，还有那个是什么马铃薯，还有沙拉、牛排、泰利亚，然后猪肉。天哪！日本人真的很会吃，就是到位玩。发现就是每一个就是北海道很大嘛，然后每一个地方都是每一个名产就是来到这边哎。哇，卡米茨西火罗，我都连我都没听过的地方好多、哦、啊。这个比较有名，オタル嘛，对不对？然后呢？瀬戸那ウニご飯啊，那我想吃刚刚这个。こんにちは。ウニご飯。じゃあこれ一つお願いします。啊，そのままで大丈夫です。はい。まず1000块日币，大概台币的300多块。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热热的。いただきます。海は広いな大きな好吃。我第一次吃那个熟的，其实它不是生的，是有点熟的，然后所以它的里面的甜味跟那个香味，哦，整个都包去了。哎，我现在不是海边吗？哎，怎么会在这边？哎，就是这样子的感觉，就是这样的感觉，你知道吗？太幸福了，哦，好开心哦，继续走。看一下，哇，这个螃蟹，而且呢，里面的都是女生，好像都是妈妈哎，我感觉好有 feel 哦。ですね、さっきお母さんにお勧めしてもらった A セット、はい、A セットお願いします。はい、もう一つ。奈良浜42号、那我们再排队吧。はい。おお。好香哦！我差一点昏倒哎！怎么那么颠啊？你颠死我了！哦，有一点谈恋爱的感觉。我想起来了。我的外公之前教我，这个里面的肉跟那个上面的糕，就是你摊在一起，有没有？有没有？不卖。我刚刚吃隔壁嘛，他就切我老板说。老板很可爱，我们的是他，我们的说比较好吃，他是自己讲的哦。他说我们的比较好吃，我来试看看。啊，真正吃过，真正吃过，好好吃哎！他说这个是真的螃蟹，就是他们北海道的螃蟹，你看，哎，不一样哎。おいしい。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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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像这些宅男的朋友以外，家里好多女生哦。为什么呢？因为这边就是说，你说个女，你说个是意思是弱势女子的地方。日本的女生哦，看起来很温柔，对不对？但是现在比男生强，因为现在日本的男生面对娘炮，所以呢，我们大概其实弱吧。不会解释女生哦，我是很 man 的中国男人，走吧。耶，来到黑海道黑马和牛牛排哦，跟你讲，我真的没吃过，因为大家知道我是中国男人嘛，中国的空气牛最好吃，对不对？但是呢，我看到北海道的黑马和牛，我想试试看，到底真的是不是好吃？我来试试看哦。こんにちは。こちらのおすすめって何ですか？黒毛和牛ステーキ。はい、黒毛和牛ステーキ。就是黑毛牛的牛排。じゃあそれ一つお願いします。你看一下，哇，像这种的话就是不像就是一般的牛排，一般的牛排的话就是铁板上嘛，对不对？但是呢，用汤火为什么变好吃？你知道吗？因为日本的和牛本来就是它的肉里面很多有油，对不对？但是用汤火烧的时候，它的比较多的油会下来，而且它的牛肉的美味就聚在一起，所以这个肯定好吃。我等一下试试看。来了，北海道的黑毛和牛来了，いただきます。好软哦，超好吃。啊，你好 ，Hello， 你是哪里人？中国。中国的哪里？上海。上海？我去过上海，要不要吃一口？好吃吗？不然呢？我跟你讲，日本的东西真的很好吃，真的。我知道上海的东西也很好吃的，但是牛，我肯定日本的比较好吃。好啊啊啊！好不好吃？为什么？好吃，你看，连上海的朋友都说好吃，所以呢，我们亚洲的朋友一定要来吃看看哦，真的很好吃，对不对？对，很好吃。我到了 CDMA11丁目，你知道吗？从头到这边有2公里的距离哦，而且呢，这边好热闹，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国家的很厉害的厨师在这边，所以呢，在这边可以吃得到很好吃的异国料理哦。很多哎，这边是什么料理啊？是印度啊，那个印度菜，然后这边是 Turkey， 然后哎呦，美国，哎，真的耶，好多东西哦，而且每个都看起来好好吃耶。这个西班牙菜，我西班牙菜我很挑哦，因为我在台湾也有常常吃西班牙菜。Hola， 哈哈，你看吧，我多厉害。等一下。哎，他们的排列啊，你看一下，排列啊，你们好大哦，哎，真的很大哎。これ何人分ぐらいあるんですか？これ100人分ぐらい。100人分 ，100。Oh my god！ イベリコハム。イベリコ，イベリコ猪。哎，这个很有名哦，你们有听过吗？这个呢，我们在日本呢，就是很多人就是听到イベリコ猪这个字的时候，哇，想到是高级。那我在这边吃看看哦。我先吃看看这个生ハム鮮火腿，イベリコ豚の生ハム，いただきます。咬下去的时候，它的里面的那个很好吃的 juicy 的那个汁它喷出来，然后它的香味从鼻孔，棒，好辣，哦，好好吃哦，嗯。めっちゃ美味し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美味しいってなんて言うんですか？リコ。リコ。Very リコ。然后现在我们吃看看这个パエリア，这是西班牙人做的パエリア，我吃看看哦。いただきます。哦，超美味しい。
这个那个我之前去过一个西班牙的地方，就是叫做 Valencia， 然后呢那边吃过的那个这个 paella 一模一样的味道，超棒的，而且就是没有那个腥味哦，只有海鲜的美味，超棒的。来参加 Sapporo Autumn Festival， 不怕你不想吃，只怕你吃不完，从白天到晚上，从七一丁目到七十一丁目，绝对是我这辈子吃最多美食的一趟旅程。不过节目还没结束哦，因为我发现还有一种厉害的北海道料理还没吃到，虽然我已经搬了五公斤，就让我搬到底吧。下面写说，如果吃太辣，如果你死掉，还有那不舒服，是我们没有负责任哦，太恐怖了吧！我先擦掉这个，超辣！哎，打痛！一个地球七大洲，大洋近两百多个国家，数不尽的庆典，地球人你都见识过了吗？我肚子好饱，但是呢。来到北海道一定还要吃一个东西，就是汤咖喱，而且叮叮，这一家好神秘哦，好低调的地方哦，我们赶快进去看看。公馆中房，你们一定以为我来到一间 club 吧，不过这一家位于婆野的宵夜名店，其实是北海道汤咖喱传世店之一哦。哦，气氛真的很棒，不晓得口味怎么样呢？我刚刚其实我已经点好了，我已经点的是那个 chicken 野菜咖喱，好像是鸡腿跟那个菜的咖喱。然后呢，这里比较特别的是这样子，这个 rice 170公克不用钱，然后中的250也不用钱，然后大碗的。240公克也不用减，然后呢，更特别的东西，可以跳辣度，好像1-20，就是一是完全不辣嘛，然后就是慢慢辣，四以上的话，辣到砍了是真的会吓到。然后下面写说，如果吃太辣，如果你死掉，还有那不舒服，是我们没有负责任哦，太恐怖了吧。不过真的很期待耶，来了！哇，等一下，哦，有点烫。你看，黄色的耶，这个是那个番酱吧 ？Saffron， 应该是那个 Saffron rice。啊，对，没错。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汤咖喱哟。然后呢，你们就是台湾的朋友，应该对日本的咖喱很了解吧？我们的日本咖喱是就是那个印度啊，还有东南亚很多就是那边的咖喱现金来日本，然后就是改成日式咖喱，对不对？但是呢，汤咖喱是其实只有在北海道，现在是所有的就是日本会吃得到，因为现在我记得是台湾有几家店也开了，吃看看。那应该我先喝看这个。是骨吗？超辣的！哎，痛！哎，不过好吃哎，好香哦！虽然是很强烈的辣，不过呢，它的香味香气都跑出来了。而且我刚刚那个偷偷问这家的老板，因为老板就是有点害羞，所以不接受采访。老板说就是为什么就是味道那么浓呢？因为他跟我讲说。他有那个压力锅压缩他们的菜很多东西，所以就是味道菜的味道什么都跑去了。等一下老师讲真难道好，我配这个饭 Saffron rice， いただきます。配饭就还好了，我刚刚直接吃的时候真的很辣，鸡腿感觉好冷啊，我跟你讲，
如果今天是九十岁，没有牙齿还可以吃哎，那不见了。嗯，我觉得北海道的东西就是很厉害的，一次每个都很新鲜，不管是牛肉，不管是羊肉，不管是猪肉，还有那个鱼啊、海鲜啊，所有的食材都很新鲜，都没有腥味。真的很香，很好吃，所以喜欢辣的朋友，如果不敢吃辣的朋友，也是可以那个这个一号完全不辣，都可以试试看哦。呼，流汗。I wanna give you big love, my dear, 秋天的北海道有一点凉凉的，但是我现在哈哈。为什么呢？刚刚吃的斯克里，所以北海道的人喜欢吃的斯克里的原因就是这样子。而且呢，我现在来到博野这边，好热闹，北海道就是那么热闹，那么精彩。下一次跟着梦都，跟着青年去旅行吧 ，Let's go！